Hello， 大家好吗？欢迎回到樊教授，我是千订阅的燕燕。如果您还在为了怎么打开房子的门锁而不知所措的话，那么这个视频一定要看到结尾。那么燕燕是从事了10年的房地产一手代理，并且燕燕有自己的房地产一手代理的公司。在去年的时候，燕燕加入了 Keller Williams Plano 的公司。那么这个视频也是同样献给我的在 San Antonio 在加州同行同事们的。首先要介绍的是，打开这个门锁有2种方法。如果在疫情期间你不想去和别人做很多接触，那么燕燕建议你是用它的最火爆的款，就是 eKey。 那么 eKey 你要启动 eKey 是非常简单的，首先登录它的 app， 下载 Supra eKey。打开这个 eKey 最重要的2个号码是需要向你当地的 county 去申请的。那么燕燕去申请的是 CCRA， 就是 Collin County 的 Realtor 的机构。申请了以后，他会给你2个号码，一个号码就是 eKey Basic 的 Sierra 的 number， 第二个号码呢就是 PIN code， 这2个 number 他都会给你，所以这2个 number 绝对不是凭空自己去设定，而是你的相应在这个 county 的会给到你这2个号码。拿到号码以后，去到 Apple Store， 或者是你的手机是安卓的，那你也可以去下载。下载完成以后，你打开的界面是这样的，大家看到你有个这样的 code， 这个 code 呢是 CCRA 会给到你。那么在你 onboarding 房地产经纪人以后，他会给到你这个 code， 然后你打开以后注册完，那么就来到了这样的界面。大家要记得 CCRA 还会给到你一个 PIN code， 这个 code 大家是一定要记住的。首先第一步，你要开锁之前要按这个锁的按钮，接下来呢要输入你的 PIN code， 输入完成以后呢要按这个锁的下方，大家看锁的下方，按完以后呢它就 success， 然后你再按一下钥匙就掉出来了。然后当你用完以后，你再把钥匙放到这个卡槽，那么再把这个放回去扣上，整个就结束了。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另外一个是你还有这个 open shackle。 那么 open shackle 是当你有 listing， 你自己是 sell agent 的时候，你就按这个 shackle， 按了以后呢它就会同样它就出现很多，你按到下口以后呢，它就出现你要 set 你的密码啊这些的整个流程，然后做完以后你就可以把这个上面这个扣环打开，就可以锁在门上了。那么这个就可以自己输入。小短片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的客户介绍，那么欢迎您推荐客户给燕燕，谢谢大家，下次见，拜。